OK，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定焦我们在婚礼上面应该多多的应用，它能够产生更好的一些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次拍摄的过程当中定焦所出来的一些画面。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外景。那么看外景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我们是仰拍新娘的一个背景，我们所用到的镜头是 501.4， 光圈大约是在2.2左右。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我们通过大光圈对后面的树叶进行了一定的虚化从而产生了这么很好的一个层次感。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手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透过纱，让我们后面的绿叶变得更加模糊。在此基础之上呢，我们还增添了它的朦胧感和唯美感。那么整体的画面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以后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镜头的拍摄。OK， 我们来看一看外景的另外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光圈我们其实达到了非常非常大，我们这个光圈的话已经达到了 1.4。那么我们拍摄的是新娘在抱上新郎以后，她的手在后面形成一个好看的形状同时戴上戒指通过虚焦又能把这个戒指拍摄出来。这样子的画面的话，特别是我们在拍摄这种小细节画面的过程当中，光圈也要往往都会开到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是用 5D3 然后光圈的话是1.4 拍摄出来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是新娘往新郎肩膀上轻轻的靠上去的那个画面。光圈我们同时也达到了比较大，这个光圈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 1.8。然后呢，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还要进行一定的变焦。那么接下来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焦段是在这个树叶上面的，那么我们在利用小摇臂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逐渐把焦段变到新娘的脸上，从而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镜头的话，它的光圈我们也用的是 2.2 的这样子的一个光圈。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稳定器上面去装定焦。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用稳定器在跑动的过程当中很难去用手去进行变焦，所以说这时候拍摄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安全距离，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它脱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一段，其实这一段的话已经是脱焦了。那么我们摄像师一旦发现脱焦以后，应该第一时间找到它的焦点所在位置，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经常的看画面。那么我们后期剪辑的时候就用上这一段，那么这样子的话出来的定焦加上稳定器出来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逆光的过程当中拍摄，进行一定的虚焦的话，因为我们的天空有的时候会曝光过度嘛，但是一旦是逆光，我们进行定焦拍摄，虚焦的话，我们可以拍摄出很好的那种偏夕阳一点的那种效果。所以，在人物特写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画面就这样的拍摄出来了。天空虽然还是很白，但是因为，颜色泛黄嘛，我们在进行虚焦完以后，这时候的天空，因为它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模糊，所以整个画面还是非常非常 OK 的。那么这个的话，我们还是用到了稳定器加上定焦，然后我们的光圈，数值达到了2.2。那么我们来看外景的这个镜头，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镜头。那么这个镜头的话是稳定器加上定焦所使用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光圈越大，放在稳定器上的控制越难。所以说，这时候对摄像师，要求的话，就是尽量的多多练习。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光圈还不是很小，我们这个光圈是2.2。但是因为你特写到手部分，你要求手拍实的话，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同时，你又希望整个画面呈现，类似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多多练习稳定器装上定焦的一些拍摄手法，并不是稳定器上面都装广角。我看到，之前有一些学员，他们也加入了群嘛，给我看到的一些画面，稳定器往往都是加上广角上面的才使用。其实，就像这种细腻的电影感十足的镜头，如果你稳定器装定焦的话，也能实施出来。OK，我们看完了外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内景。因为我们在拍摄内景的过程当中，现场可能会偏比较杂乱，所以说更多的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定焦。50焦段又是人视觉当中最接近人视角的一个焦段，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跟大家推荐50.4，而且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是，在画睫毛。我们在摄像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用上了定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除了他面部的话是处于清晰状态的话，其他的地方包括他的肩膀也处于模糊。这种效果的话可以产生很好的层次。那么，摄像师用到的镜头是501.4，然后光圈的话也是在2.2左右。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个画面。那么这个画面的话，我摄像师的特写又更进了一步。所以说，我们能看到他的嘴唇、鼻子这一块是清晰的，但是那个离得非常近的那个口红板却变得非常非常的模糊。因为口红板的颜色非常非常的鲜丽，如果口红板被你拍清晰了的话，会造成这种很亮丽的颜色会去抢你的整个镜头。所以说，你把它模糊完以后，就可以达到非常非常好的层次。我们以后在拍画口红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细节，别让口红，如果你让口红板出现在画面里面的话，别让口红板喧宾夺主。那么这个镜头的话，我们潘虎老师用到的是501.4，然后光圈它达到了非常大，是1.6。接下来的这个镜头呢，是给新娘戴项链的这样的一个镜头。给新娘戴项链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她。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项链上面的，焦点是主要集中在项链上面，然后嘴唇跟她的肩膀手肘那个部分已经变得模糊了。所以说这个光圈的话，我们也把它给打到了2.2左右。我们在拍摄化妆的过程当中，室内过程当中还会发现一些非常小的特写镜头，比如说你看化妆师在给新娘卷头发。因为头发是黑色，包括后面的呢，我们会发现后面的电视也是黑色。当这个角度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过程当中呢，你又想把它拍摄下来，所以说定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把后面的电视给模糊掉，让我们的焦点集中在我们的头发的这个位置。这样子的话，后面的那个黑色的电视就不会去抢镜头，包括我们换上是黑色的衣服，这样子的话形成这么就形成了一个我们想要的层次。这个镜头的话用到的光圈又是1.6。OK，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的话，
一般也要求我们大家用定焦拍。比如说我们的伴娘新娘，哎，拿着手机反过来拍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规视角，这样这个创意的照片，我们有的时候会把焦点定在那个手机屏幕上面，然后让手机屏幕上面的人物是清晰的，而后面的人物的是模糊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拍摄手法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有创意。这个过程当中，潘虎老师用到的镜头是501.4，然后光圈的话达到了1.8。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镜头，在伴娘给新娘整理婚纱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用大特写去拍一些细节镜头，是国外经常所使用的一个手法，也是我们国内现在摄像师也开始慢慢模仿学习的。那么这样一个镜头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大气的同时呢，又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拍的是伴娘的手给新娘后面的那个婚纱的那个袋子给系上，然后我潘虎老师用到的镜头是501.4，然后光圈的话达到了1.6。哦，像这种比较好看一点的画面，也推荐大家多多的去使用。在伴娘给新娘整理衣服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利用上三脚架上面加上一个轨道。那么接下来这个镜头就是前面的伴娘给新娘戴手镯，后面的伴娘呢轻轻的把她的那个整理好的那个后面的腰带轻轻的放下。那么这样子的镜头的话，光圈达到了2.2，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把它设置的更大一点，因为我们也希望后面的纱的层次感能够出现的更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光圈所以稍微设计的偏大一点点。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给新娘拍一些大的特写，特别戴上头纱的这种大的特写。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行俯拍；第二一个的话，我们会对光圈设置的也要求大一点。这个镜头的话，我们的光圈大约是在2.0左右。那么我们在迎亲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新娘上车、下车等这样的镜头，也推荐大家多多的去使用我们的定焦镜头。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镜头，这个镜头的话拍摄的非常非常的细腻，就是新郎新娘在放礼花走向车门的时候，那么这个镜头的话光圈的话也是2.2，因为定焦加上稳定器，它能产生非常好的移动效果。OK， 这就是我们所拍摄定焦在婚礼上面的一些简单的案例使用。更多的呢，需要大家多多去寻找。记住我们定焦的一个使用原则，在婚礼上的使用原则，换一句话跟大家说吧，就是在你不是用广角，必须用广角或者必须用变焦的时候，你统一用定焦绝对是没有错的。OK，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一节课。